好，刚刚介绍了这个 rule 这三个 Phonics rule 这三个Phonics 的规则，那我们来做多做练习哦。除了课本这六个单字之外呢，好，小朋友请看哦。好，那下面这几个呢，好，这几个单字是额外补充的，课本没有。好，请问小朋友你会念吗？来，先请你看一次哦。念念看，好，来，我们从第一排开始哈，来，这个怎么念？Use，use，all right，all right，next one，muse，muse。Okay, this one. Mute. 你看，跟前面只有差一个字母，就是尾巴这个字母音。Mute. 那这个是 muse. 这个最后这个。Puke. All right. 好，第二排，E W pronounce U。哎，你会发现只要前面这个音不一样而已哈，很简单。You feel feel。Okay, next one. H you hue hue. And this one.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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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U P U P U，最后一个呢要变音稍微难一点，难一点哦。S T pronounce 是的，你不能念是的，这个 T 呢要变音，这个比较难，这个我们到六年级才会学到。不过有很多单字我们都已经碰到了哈，是的，是的，U still still。All right，好，最后一行，U E pronounce U，好，那你看啊，几乎也是前面这个音不一样而已哈。来，C C C 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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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U Q Q，OK，next one，的 U do do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？它只是后面再加个 o 的音哈，dual。前面第二个是 do，好，第三个 dual，all right，最后一个 you hue hue，OK。好，全部我们再念一次，OK？Repeat after me，请你跟着老师念。Use, muse, mute, puke。OK，第二行。Feel, hue, pew, stew. Okay, next one. Q, do, dual, hue. 好，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发音练习呢，接下来我们来做课本上的练习。OK，please turn to page 62。好，刚刚的62 and 63，62页跟63页，铅笔请准备。